好，我哋今日开始我哋嘅聚会。首先，请大家一齐起立，我哋做一个祈祷。都系天父，感谢你。虽然呢排嘅太阳系好猛烈，但系我哋知道万物嘅生机生长都系靠你所赐嘅阳光。我哋感谢你，我哋又特别感谢你赐予你独生子耶稣。降世为人，以无罪之身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用祂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我们只要心里承认，口里相信，就可以得到你永恒的生命。我以由今天又来到你的殿中，我以诗歌敬拜你，听你的话语，奉你的名聚集，你一定就当下你同我同在。我哋将以下时间都交在你手里面，求你亲自带领，接纳我哋嘅所献上。我哋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嘅名字，阿门。今日宣召经文系记载喺诗篇118篇一节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。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在主前大约700年，以赛亚先知就曾经预言，他在以赛亚书7:14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在9:6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去到53:2-4，就讲呢位和平之君啦。他全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Oh,
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节那里讲，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，见了约翰，要受钉死。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。在十六章七节那里讲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，他就看见上有一群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。从天上有声音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咁就呼应翻以赛亚书嗰个意。Yeah.
Hallelujah.